请各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个我们上礼拜进行这个遍行心所，然后把这个处交代完了，接着呢讲作意啊。那么作意的话呢，就是从666页啊，我们先把这个论文呢不长，稍微念一下啊。从666这边，作意为能紧心为性，与所缘境引心为业，为此警觉因起心种，引令去尽，故名作意。虽此亦能引起心所，心是主故，但说引心，所以前面讲引心为业，其实心心所都引了哦。然后翻过来，就是开始讲其他的说法啊，对作意的定义啊，他不表同意，但是呢，先把别人说法先列举出来。有说令心回意回去意境叫作意，或者是呢，于一境持心令住，故名作意。啊，但是你列举这两个之后呢，他说彼句非理啊，因非片行，不易定故。也就是说，第一个令心回去意境呢，不是片行；第二个呢，如果定义作意是让于一境持心令住是作意的话，那就跟定的心所就没有两样了。所以这边讲的是片行心所，而不是单独讲作意这个名词而已。哦，那因此呢，上礼拜引用了这个应顺法师的那一个变法性那边呢，就有提到啊，它有三种定义啊，就是变法法性论讲记。第一个就是一般讲的片行心所啊，他把它用白话叫做注意啊，注意心所。第二个呢是修定的时候内心的观察细念。第三个就是如理作意，这个是思维思考抉择的意思啊。那广论里面呢比较喜欢用这样的如理作意跟第二个修定的时候。那广论讲的修定的时候呢，就是弄瑜伽师地论第30卷，在讲九住心的时候，九种心住啊，配合四种作意去讲啊。第一个历历运转作意，第二个有间缺运转作意，第三个无间缺运转作意，第四个无功用运转作意。那这九住心呢，第一第二内住等住，就是你要很用功的下去呢，注意你的所缘境，让你的所缘境呢不要散掉，不要散断，要散乱，不要那这个昏沉啊，睡眠啊，严重一点就睡眠去了哦。那没有那么严重就昏沉，所以就两个，一个散乱，一个昏沉啊。你一定要很努力的让自己的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所以为什么叫做历历运转作意？然后接下来功夫好一点了，有一点点功夫了啊，可是呢，毕竟呢，还是呢，不是一直长时间下去的，叫做有间缺运转作意。所以在里面呢，这个层次就比较多了，从第三住安住，第四住静住，第五调顺，第六极静，到第七最极极静，等于你的那个所缘境很专注的情况越来越长啊。但是虽然越来越长啊，并不是一天24小时通通没有间缺，所以特别用个有间缺运转作意。那到了这个第三个无间缺运转作意，那就是第八专注一去，也就是说真的就是呢，你一入定一进去啊，到底出来啊。那如果你一直专注在这里面，你可能24小时一天两天三天啊都持续下去都有可能的。但是还没有到禅定哦，还没有到出禅哦，这只是第八住而已哦。但是有这个无间缺运转作意，有这个无间缺运转作意啊。那第九住心等持就有无功用运转作意，等于这个时候呢，不像前面，你前面还要有一点点用功，用一点功力进去，你才能够保持一直无间缺啊。那可是到了第九呢，就是你
不需要特别用力，自然而然就在那种状况。所以到这里是第九柱心，再下去你的功夫一直保持在这种等持状况的时候，接下来就是看你的这个心清安、身清安，有这两种清安得到的时候，就叫做正得出禅嘛，这样子哦。所以在这四种作意里面呢，都在讲的就是修色摩他的过程，所以这个也都是用作意啊、哦。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印顺法师讲的这个作意，这时候是修定的时候，所以那个窥基法师才要说，你现在把这种修定的状况拿来解释片行心所不恰当啊，这样的话你的片行心所跟定心所啊，作意心所跟定心所就会混淆了，这样子哦。所以为什么默学一定要举出这个呢？也就是说他现在窥基法师这篇，或者是玄奘法师，他这里的段落并不是否定作意一定不可以是那个，而是现在在讲的就是跟阿赖耶识相应的片行心所哦，所以你不要把其他的意识拿来做定义，这样子哦。那至于那个回转令心回去意境啊、哦，那个是顺正理论的。这个呢，我们用比较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在注意这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会注意到别的地方去？那也是会有一定的那个心所把你引导过去。那他认为那个也是作意造成的，否则本来应该在这里啊，怎么你突然就改变到你的所缘？改变到别的地方去。所缘境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作意造成的哦。但是呢，这个玄奘或是窥基大师呢，并不是否定说这样不可以，而是说这样就不是片行心所的定义哦，只是这样而已哦。好，那么这个回到666，倒数第五行这边啊、他说这个是第二个心所啊，第二数，这个数就是心所啊，文可知也。那么这里面这一段呢，一个是性，一个是业，所以他说那个性就是体呀、啊，啊，一个体，一个业，然后呢，先广说啊，然后再来破，那个破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两种说法，顺正理论跟极论的说法啊。那显扬等同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等同哦。不过他的等同应该是因为是这两句啦，显扬圣教论后面是用这两句啊，动心为体，隐心为业，说他等同应该是指这两句。但是呢，后面要去做对比的，也就是说显扬圣教论定义作意呢，第一它是从阿赖耶识种子所生，一心所起，与心俱转相应哦。所以这一段话呢，就是我们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解读这边跟我们详细讲的时候，是作意是种子状态，然后呢这个所引的这个心所是种子状态还是现行状态哦，要讲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解释的话，那你要把显扬圣教论这一段话把它拉进来做汇通，这里面就有一点问题，也需要有一个细节要去注意，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先看圣教论这边哦？但是窥基大师他说同是后面这两句同，只是这两句同哦。好，那么这个倒数第三行这个论的文，为此警觉因起心种，就这个因起心种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啊、哦。所以你看他666最后两行，他窥基大师呢就先说，那你要先什么叫做警心，因为能警心为性嘛。那什么叫警心？那如何警心？哪个位次警心？问哪个位置是种子位还是现行位啊、哦？然后呢，这个其以方景，假设呢，他
这个心已经起来了，你才去警觉它，需要紧还需要紧吗？啊，都已经先起来了，所以先以起故，我认为这边应该要句点。啊，那若未起即紧，所以起以方紧，那个前面如果加个若，若起以方紧，然后最后一句若未起即紧，这样的话就很明显，他在问的是说，那到底是什么位置去做警觉因起心种啊？所以如果心已经起来了，已经是现行位了，还需要你警觉它吗？先以起故啊。那如果心还没起来你就警它，那这时候这个作意心所应该可以警一切心啊。那能警的作意心所啊，如果也是未生未，就是种子未，那它没有现行，它就有这个功能吗？为什么它是在种子未，它可以警觉其他的因起的心所呢？哦，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你看到解读这边啊，他这个广解作意的体业分成广解能紧意跟广解隐心意。那成为世论先解能紧心为性的能紧，这个是作意心所，能警觉其他余缘具足应该要现行启动的心所种子。一杯酒杯的一点改恭喜种子啊，他在白话解释里面已经写出来了啊。实际上论文也是写这样子，此警觉因起心种。所以这个如果照解读的意思呢，心种就是指心所被警动的心所在种子位，然后使彼种子得以现行，那个彼就是被警的、被警觉的心种啊，心所的种子得以现行啊、哦，然后由此现行的作意心所，引彼以现行的心所，两个都是现行，把这一颗已经现行的心所拉到所缘境。趋向于取所对境，这就是作意心所的作用。引心为业，就是它的业用，它的作用，这样子。哦，所以实际上解读在这边已经把后面要讲的主要的内容都讲完了。啊、哦，也就是说呢，作意心所在种子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功能。能够紧动其他的原具足，就差作意啊。这时候呢，作意的功能一加上去，这个心所的种子位就变成现行位，这是在前面。然后两个也现行，作意心所也现行，心所也现行。然后呢，作意心所还有一个功能，就把它拉到所去境、所对境。所以那两句话能紧心为性，就是作意心所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体性，轻作用，直接的作用。然后隐心为业，与所缘境隐心为业是它的殊作用，是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已经现行了、哦、实际上他这一段白话已经全部讲完了，那只是因为我们初第一次看不懂他为什么是做这样的白话解释啊、哦，那后面再看667的文啊，就比较清楚了。你看哦，667的第一行为作意等病未生未，为什么讲被病呢？作意是能紧，心所是所紧，能跟所，能所能紧所紧都在未生未，就是种子未嘛。所以你看作意种子义理上它的定义上紧因生心之种啊，
曰：可起趋近啊，非仅一切心之种子，彼未逢缘，不定生故。哎，什么意思？你要注意看到是因起心种，其他的条件都具足了，只要加上作意种子的功能下去，它就可以起来而趋近，并不是说作意心种就可以进一切心的种子。也就是说，其他的缘不具足，就算加上作意，它也不竟然可以被作意心所给启发起来啊。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啊，前面呢、啊、先告诉你，定未生位，就是作意种子跟所引发起来的心心所都在种子位，可是呢，要被警觉起来的这个心心所的种子，必须是该有的条件都有的，就差作意。作意的功能加上来，它就起来了，并不是所有的啊，其他的条件都不具足，作意上来它就具足，不竟然是这样哦。哦，他这一段要讲的是这个，啊，那第二段的话呢，作意仅心有二功能，啊，就把墨学刚刚强调的就把它分开讲了。第一个，它是能够让心未起而起；第二个，已起来的让它能够趋近。哦。所以故言警觉因起心种，引令趋近。故正理师说作意之用在未来起，此在种子意识一同。哎，后面这段话就比较难懂了哦。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解读啊的白话啊，他说所谓作意者，是指作意心所的种子能警觉于缘具足而当起现行的心心所的种子，然后这时候作意于所紧的心是能紧所紧具起现行，两个都现行，并在现行状态中作意引发彼心是另趋于自所要的对境，那这是议论而做出来的哦。那但是呢，他开始要讲有不同的见解哦。此外或有第二种解，就是现行作意变成现行与事同时，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变成作意跟事必须是都在现行位，是从都在现行位去讲作意，然后仅比因生的现行的心心所种子啊、哦，而不是从种子位开始讲啊，令其现行而趋其所对境，此说于理亦无为拗，也可以说得通。不过，啊，若依此意，则比作意心所现起，啊，现行了，才发挥它紧心的作用。那能紧之理难见，他心心所已经现行了，还需要你去警觉它现行吗？对不对？这样的定义只有强调是隐已经现行的趋近，怎能够说明这个啊？心心所现不现行跟你的作意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两个都现行了，现行的作意心所跟现行的心心所啊，唯一能够强调作意的功能，就是把这一个现行的心所拉到该去的境，所对的境。所以他才会说：“彼能紧之理难见，故成为世论不许此说。”哦，因此那下面那一行，第二段就是告诉你，一定要这两个。第一要紧心，第二个令心趋近、哦、所以第二个令心趋近才是通通都在现行位、哦、这个是共许的，成为世论跟其他的定义作意心所大家都认定是这样没有错，
陈慧顺不同就在于他强调能紧的那个功能是在种子位，然后背紧的种子也在种子位，所以理论生才会这样子分。坐意紧心有两说，一个是坐意种子警觉殷勤的心是种子，二是现行坐意啊警觉殷勤的心是种子。哎，现行跟种子，哎，这是第三种说法。刚刚是两个都现行了，坐意跟心所都现行，现在第三个是能紧的坐意是现行，所紧的心所是种子。那么这两个说法里面，窥基的速记、会早的登义、自州的演密、林泰的书抄、如理的义言，都是呢种子仅种子。那刚刚说的显阳圣教论就在这里了啊，这一段我们刚刚看过哦。所以从文字表面来看，能仅的作意是从种子所生，依心所起，与心俱转相应，所以这时候所生所起相应，代表这个时候的作意心所都在现行位，都在现行位。你说那这样的话啊，有个困难。如果能紧的作意是在现行位，所紧的心是在种子位，那你为什么说这样子彼此相应？一个在种子，一个在现行，怎么会彼此相应呢？然后作意以令心是趋近时，作意跟心是俱在现行分位，这个没问题。那么，可是这样一来，如果两个都在现行 ，OK， 那现在是你说呢？能紧的作意啊是现行，所紧的心是在种子。这个啊，诸家都不采用，坐意在先行位，啊，仅心事是种子的说法，啊，都不采这个，啊，但若采取坐意种子位，仅心事种子位，那你对显阳圣教论就要做会通，啊，要做会通，啊，所以。解决上面所提出来，作意种子还没有现行，为什么可以符合跟心事相应的疑难？那理论生自己做一个解答，他说显阳圣教论里面讲的作意呢，是种子所生，依心所起，与心俱转相应，通通呢都是在已经起现行，能够引心趋近的情况。配合后面这一句去讲，那至于作意能紧心，则能紧所紧皆在种子分位。他就举例类似像一熟识的叶种、作真上缘、鼓动名言种子，两个都在种子位。叶种能够鼓动名言种子，然后就能够现行变现一所果报，所以两个都在种子位 OK 的，这才是真正的紧心的意思，所以第四行正理师说作意之用在未来起，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他能够紧心是在种子位，那讲未来起就是现行位，是对着种子位去讲未来起，它的作用就是引心趋近。顺正理师主要是强调后面能引心趋近的作意的用，对于能紧心的那种功能，作意的功能而言，它算是在未来这样子。好，所以第五行。由作动意立作意名，作动那个意叫做作意，作意种子
能起新种子，都在种子，啊，都在种子位。这样的解释就是一，成为是论的文，或现行作义与事同时，义说仅比因生新种，令起趋近，理义无为。我们刚刚其实念过理论生了，说也说得通，哦，但是呢，其以方紧，紧理难见，这时候就不叫紧，已经起来了，还需要你作意去警觉它才起来吗？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呢，那个能紧心的紧的理啊，难见，所以成为是论不许这种讲法，也就是现行紧现行，作意现行紧心事现行，这样的紧理难见，成为是论不许。好，到这里，那下面呢，开始有几个问答。其实这两个问答啊，你可以把它区分来。第一个问答是在问那个能紧意，第二个问答是在问那个隐心意。这样的话就清楚了，啊，所以第一个问：作意紧于心，总未言能紧，处等身心所。现未不能生，答啊，于此难中，你这样问难里面，因色功利，种子之位未有三种不合之意，意无心，意无心心所合不同处境，故处为说现行有用。哦，对比于处心所。去问说作意能紧，为什么它可以？啊，你看哦，这边的解读的白话，作意紧心是在种子分为而言能紧心，如是则前文所言，以此类推，那处等心所之隐身受想思受思等心所，那作意一定要在种子位。那处去引申受想思，那岂不是处也应该要在种子位吗？而在现行分位便不能生彼心所吗？就是做对比了，你定义作意心所一定要在种子位才有能紧心的意思，那处心所是不是应该也要以此类推，也在种子位的时候他能够引申受想思等心所，岂非也应该就在这里啊？那这样的话现行分位见并不能生彼心所了吗？啊，那就应该要答言回应，其实这难中我们应该对作意心所的种子需要施设功能势力，你说要从这方面去讲它，作意心所的种子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势力，作意心所在虽在种子分位已经具备真上的功能适用，它就有这样的功能作用，能够警觉因起的心事，而不像处心所，处心所一定要借着根进式三合的助力作用啊，因为既然在种子分位，如果像处心所，他如果在种子位没有那种根进是三种合合或不合合的意啊，都在种子位啊，所以没有所谓的未有三种不合之意，这句话李润生教授把它多加几个字，在种子位处心所在种子位还没有所谓的根进是三种合合不合合的意思，也没有所谓的心心所彼此相合的意思哦，所以不能够令彼心心所共同接触同一对境，在种子位嘛，所以处心所强调的就是在现行位的时候，它就一定要根进是三合合，这个时候处心所那种特性才会表现出来
哦，所以他这边强调，处心所在总是会没有这种殊胜功力，不像作意心所。刚说了，作意心所在种子位的时候，你就要跟他特别强调，他在种子位上面就已经有这样的功能了，有这样的真上的功能势力。但处心所不是啊，处心所在种子位并没有这样的殊胜功力，一定要借由现行位的根进四三合合，他才能够在现行分位中发挥起合合一切心心所令同促进的作用啊。所以对于处心所微缩起来现行分位才有它的作用，它的情况不同于作意心所啊。所以透过这样问答，就让你更清楚的了解到处心所跟作意心所的不同，它的功用。所以为什么他在作意心所一开始定义能紧心为性，与所缘境隐心为业，一直要强调说这是体，这是业。哦，那如果配合他这边的问答，就是说他那个体就是他在种子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特殊的功用，可是处心所就是不是，处心所一定要三合合他那个作用才会发挥出来，根进是三合合，哦，所以他种子位没有这样子。有点糊涂了，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哎。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紧心为性与所缘境，那所缘境是已经是现行了。哦，所以你在那个为性下面要打个分号的话，那就很清楚。能紧心为性，这是它的体；与所缘境隐心为业，这两句要并在一块。他为什么会有刚刚那个问答，就是说一样是隐以所缘境隐心去到那个境，对不对？那处心所也是啊，你看他处心所他这边有写啊，啊，处心所也有这个什么哪里令彼心心所共同接触同一对境，这也是处心所嘛，处心所的功用也在这里。可是处心所要让心心所共同接触同一个对境是在现行位，它才是真正有这样的功用表现出来。那现在作意心所后面这个隐心与所缘境隐心为业，它没有强调要同一对境，但是可以把隐心把心心所隐到所缘境，这个跟处心所功用类似，但是那个是在作意心所的现行位。那如果是能紧心这个功用是在作意心所的种子位就有，这是处心所在种子位是没有的。所以作意就可以分成刚您讲的两个意思的意。对呀，就啊，六六七的第三行就一直跟你强调是这个啊，第三行就强调这个啊。对，才能够是讲这个与所缘境隐心为业的意思。对，隐心为业是在现行位啦，没有注意听你的问题。隐心为业是在现行位，这样子。嗯，把它调动到那个现行位就对了。哎。哦，所以你看那个六六七的倒数二四六七倒数第七行那一句，故处为说现行有用。那作意心所的话，在种子位就有这样的功力。哦，好，所以这个问答特别要让你了解那个能紧心的意思，然后后面那个问答才是隐心的意思。哦，我发现那个问问题的人都很会写文章哦，都五个字五个字这样一句一句，有点想要把它背起来的样子。你看那个问，作意紧因心，总为言能紧，初等生心所，先为不能生。我原先还以为是哪里的寄送呢。嗯，
你看第二个问题也是，你看心总能生现，作意景方生，心所无能景，总因不生现。你看又是四句偈，问的太有学问了这样。哦，那么心总能生现，如果心王心所啊的种子位能够升起现行，是因为你有你的作意心所才生的话，啊，那这样话，这样话我多讲了吼。所以那个心种的心是心王，心王的种子能生现行，是因为你有作意心所才生现行。那心所无能景，总因不生现喽。那要拆开吗？心王跟心所要拆开吗？哦，所以解读这边啊，他这样子，你看心心所自种，所以能够升起现行。汝既言是由于作意警觉之，故方使得以升起。但今汝之作意既无他法能警觉之，如是应该作意的自种不能先起现行。原来问话是这个。我还以为要心王心所分开，不是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边看文字啊，你看心王心所总之能够升起现行，你说是因为作意把它警觉，所以他们得以现行。那现在问你的作意心所需不需要啊其他的东西？汝之作意既无他法能警觉之，是不是应该作意的自种就不能够起现行？所以他那个心所无能警是指你作意心所，你这个作意心所本身，你本身就是作意嘛，那没有另外的作意心所再把你警觉起来嘛，那你的作意的种子位应该就没有其他的作意帮你警觉起来，你自己就应该不能生吧。原来问话是这个意思。你注意再看这个白话，你现在自己本身的作意没有其他的法，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作意，那不就有两个作意吗？哦，所以那你自己作意的种子怎么样能够自己升起现行呢？哦，答曰：此难实不因理啊！今是以处心所为例，受思等法不但要借着根进士三合合作为远因助缘，它本身就需要这三个哦，哦，还需要透过处为近因助缘，所以为什么要四缘？前面有讲过了。啊，受想需要四缘啊，使得方得生起，但处心所的自体却不需要借由他法的处唯一也能生起。那你为什么这样要求作意心所就不能够跟着心王一起心心所一起起来？简单的说就这样哦，也就是说你处心所都已经允许啊，这个字体不需借由他法的处哦，你就可以只要条件具足你就能够升起。那如果你所问难的说作意还需要其他的作意才能升起，那我也可以反推回去，那你的处是不是也要借他处才能升起？如果不需要有另外的处，处的种子字体难道就不能生吗？如果处可以这样子，不需要其他的处也能生，啊，处不借他处也能生。同理的，作意也不需借意借其他的作意，作意种子亦得生起现行。哦，所以等于为什么说这一段是在问那个隐心意？意思就是说，作意能够引别的心心所趋近。或者是紧心或趋近，哦，那么这个尤其是紧心呐，啊，他要讲的是紧心哈，哦。你看他由作意紧啊，心所方生，那是不是那作意本身需不需要其他的作意？他在回答你说，那处为什么不需要其他的处？
如果处不需要其他的处，只要根进四三合就能够可以。那作意心所本身为什么不可以？哦，所以这就是那个显阳生教论里面讲的与心，前面那一段的与心，在哪里去了？是跑啊，在啊啊，总之所生依心所起，与心俱转相应。哦，他引这个心心所种子变成现行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成现行，这样子叫做俱转相应。哦，可以，其实也可以套用这个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作意心所，它只是它是对比于处，因为在问答嘛，哦，问答这样子，所以他说，那处不需要其他的处，那作意就需要其他的作意嘛，啊，那实际上作意种子位引动这一个心心所变成现行位的时候，他自己也从种子位变成现行位，这样子。大致上呢，这边的问答就在这里哦。那667的最后两行这边这文字就好懂了啊。主要呢，文字只是用引心，实际上是心心所都一起引这样子哦。好，所以最后一行就是说，作意骗人警觉，但说心者为是主故，只是这样子哦。好，翻过来668，再来是第三跟第四个问答，问。心等智能生，作意警方起，作意无能警，因种不能生。答曰：受等三合生，更说由处。哎啊啊！怎么是讲到这里来了？嗯。哎，那这样的话呢？那理论生对于前面那个的回答是在哪里？难道我看错了地方的吗？因为你看到这边啊，一到二跟刚刚前面的都一样了。那诶，对不起，那第二个问是这个是哪里？由作意警心所方生，理与心起合的为难啊，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引用显阳圣教那边。显阳圣教论那边，哦，理与心起，就是说他自己从种子位变成现行位，是只要跟着心俱转相应，所以所引的心王心所从种子位变现行位的时候，作意心所也是从种子位变成现行位，啊，那668的一跟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他。套用那个处这样子，哦，所以他说呢，处不由处起啊，自体不应生，那作意就需要吗？哦，那所以第三行他说，这个问此执不定，唯如处数无能生处，唯如生等互有能生，于此难中互因失责。回答就只有这两句。你说为什么？待会我们看就知道。然顺正理论下面这一段，下面从这边从然顺正理，是为了要去引发下面的这个顺正理论跟极论的不同的说法，所以照前面的分段法，这边应该另起一行。也就是他的回答只有说：于此难中互因失责。怎么说呢？你看哦。你看解读解释这个此执不定，执是什么？执难啊啊！他问题的人，他是说你在上文说所做出来的处，若不由别处起，出自自体，起因不生，此种执难实犯有不定的过失，不定的过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所坚持的作意心所。
唯如处心所述，无别能生处，亦能生起。唯如就是到底是这个呢，还是这个？你要说清楚哦。哦，你所坚持的作一心所是类似像处心所这样子，没有其他能生处，亦能生起，还是另外一个是像生相，需要有能生的生生小生啊？这个就生住意灭四相，还有呢生生住住意意灭灭，这样子使得生起。哦，所以这样问话的人、很有水准哦。哦，就是把那一套把那一些套过来。哦，所以你那个作因所说不定还有小作意心所能够升起那个大作意心所啊。你没有说清楚哦，所以才会说你反驳我的犯有不定的过失哦。你已经先确定了作因心所的升起，就跟处心所一样，不需要有另外的处心所能够生处，所以不需要有另外的作意心所能够生作意。说不定他会像这个大声跟小声这样子，小事像大事像这样子哦。哦，那答外人于此难中，互因系家失责。书记的文到这里啊，要什么失责？他没写。哦，李润生帮我们写，因为我们愚结行派啊，本身就已经不许生相，更依能生的生生，使彼生相得以生起。啊、哦，那个是哪一派？我忘记了哈、哦，应该是有部吧。应该是有不、哦、所以唯是愚邪行派是不准这个的，所以以此类推，处更不需依能生处的他处使处生起，所以作意也不需更依能生作意的他作意使作意生起，所以我们自己的定义没有不定的过失，反而你会问出这个问题出来，你反有随依不成的过失。我后来想去查随意不成，我想算了，不要找自己麻烦。总之就是那个十四过里面其中一个就对了。哦，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课本只有用两句话做结语了。哦，为什么呢？你看解读在这边，然顺证理论，本论在讨论作意心所时，共分三段。前文已做略明作意的体业。还有广解作意的体业两大段，现在是第三大段，破斥外计。首先呢，啊，先讲续证理论的计，再来讲集论的计。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看他顺证理论第十一卷，等于先引用顺证理论对作意的解释，为能令心回去意境。但住此境形象隐微，哦，也就是说顺证理论对于这一段话的解释还有后面这个意思在，但住此境形象隐微，哦，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先把它引出来之后啊，就是成唯识论用一句话做代表了，有说就是顺证理论讲的令心回去意境，此续彼境啊、哦，就是顺证理论说的啊、哦。那么顺证理论到底说什么呢？我们把原文引出来。又众缘力诸法乃生，故虽于缘生心心所，而此作意非无利用，为此作意力能令事于于境转。这个就是他说的回去意境啊。哦，若尔一尽是流转时应无作意，是则作意非大地法。不尔，如果不是这样，一尽是流转时亦有作意，然于此于尽此用明了、哦、所以大概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说住此尽形象隐微，
反而是于于尽此用明了，不是说他没有。我们之所以定义说作毅力能令于于事于尽转，是因为这时候作毅于于尽此用明了。按你本身一尽事流转时亦有作毅，那个形象隐微，所以才特别用于于尽转作为作毅的特别的作用。所以顺正理论其实是说，反而如果你只能够是在一尽事流转时，看不懂的就是，他的一尽事流转时应无作意。他说不是啊，是你们否定我不是大地法，没有，我没有这样定义，他不是大地法哦。只是我要特别强调，也就是说顺正理特别要强调什么时候最明显能够隐示于于尽转，这时候这个作意的用最明了。那如果不是引到其他去的话，纯粹都是于一尽事流转的时候，不会说它没有作意，只是那个状况不明显。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作意心所最明显的作用是能够令事于于尽转，这才是它比较明显的作用，顺正理论。所以因此这个成为数论这边只是把它人家特别的这个定义给引出来，然后呢下面就破了，破说那你这样的定义就不叫做骗心，因为住此尽无故。因为你既然说这个作意也叫做大地法，也是骗行意，若相为引，由何之有呢？就是你自己也承认作意心所是大地法，然后又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它不明显，一定要在引心事于一进转作用才明显。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自己的定义大地法骗行义就不是那么的肯定。所以你看他讲的于且第三也有所谓的卫星回转，然曰显象处说非为尽理，不同彼直得为尽理。所以这时候我就说，那人家于且第三论怎么说的，跟顺正理论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既然讲第三卷，于且是第三卷，就把它找出来，就这里，遍一切处、一切地、一切时、一切身，作意云何？卫星回转，然后呢，这个处云何怎么定义？然后受云何想云何思云何，各有一句话而已。所以于且是第三卷，它主要是要强调为什么叫做遍行。骗一切处，骗一切地，骗一切时，骗一切生，然后作意特别就是用这个卫星回转，跟顺正理论有相应呢。所以略转回转者启动意，比云因非骗行，非为切理。不要忘记略转作者是谁，会计大师。所以他的解释说回转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是启动意叫回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解读呢就顺着这个意思来解释课本的文字了。他说此所执能令心回转意，回去意尽之作意心所，因非是骗行心所，以彼住此尽时即无其作用故。这个住此尽时无作用，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个一尽是流转时因无作意。但是呢我觉得他给人家误解了，人家顺正理论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叫做大地法哦。也就是说我不是说他的没有哦，我只是强调他能够很明显的是
把事迁往于尽，此用明了。哦，在窥基大师的说法说，哦，阿弥的功戒寻的无，安尼安尼安尼代表都不是骗行心所。哦，这然而比顺正理论一说，做一是大定心法，比记名字为大地法，应该也是跟我们讲的骗行意是一样。可是呢，比作旧云，作于于令心回去意境后，亦能令心住于此意境，但其相隐为。哦，那若彼相为隐，那你怎么知道周易是有？这是课本的意思。那于杰士立论第三，虽然也有这样的讲法，然彼只曰作易显象处说，不是把整个全部的片形的定义全部讲完，非为尽理之谈。也就是说，于杰士立论没有说这个就是作易的全部的定义，只是作义的显象来说，这是作义比较特别的地方。老师，你刚刚说比象、以为跟显象差在哪里？哪里？这个比象。哦，所以顺正理论说，如果作义心所没有要隐心趋于尽的时候，这时候作义的象、作义心所的象就不是那么明显。那因此呢？这个于学士地论说作意是令心回转，这个是以它作用明显的地方来去定义它，啊，也就是顺正理论强调的那一个啊，于令事于于尽转，此用明了。于学士地论第三卷也是讲这个。那因此呢，陈惠思论或是窥基大师说这个定义呢，我们当然没有说错，只不过于杰士立论这边啊，是从显象处来说，不是把作义心所全部的定义全部讲完，不像顺正理论就用这个做作义心所的全部的定义，这样子。哦，也就是说在玄奘法师跟窥基大师认定的于杰士立论啊，他在讲作义心所的时候，不是只有这里讲，还有别的地方也讲。这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清楚的呢讲到呢，这个是片行心所，所以我才会引用这个。一刚开始他定义所有的片行心所都要合乎这四个一切，一切处、一切地、一切时、一切生，然后才特别去讲作义心所比较特别的就是令心回转。哦，那这个处心所是三合合啊，那受呢是理那等等，都各用一句话最明显的地方给它标示出来而已，这样子。哦，并不是呢所有的作因所就这样全部尽了。啊，他们认定顺正理论呢就只有令心回去意尽是尽理之谈，那这样就不是作意心所该有的全部的定义。哦，讨论的是这个。哦，不过通常我们在白话解释作义心所的时候也比较会用这一种角度去解释，尤其你对初学者要去解释作义心所，说本来你在看看其他的东西，你为什么会突然去注意到别的东西，去注意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就是作义心所的功能。有时候我们会去让初学者了解这个作义心所就是这样子。哦，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呢，哎，这样看过去啊，你都觉得普通普通，就是人走来走去，哎，突然你会特别专注某一个，要么就是那个人特别漂亮，要么那个人就是你认识。哦，哎，你认识，你觉得哎，是不是那个人？这样子。哦，哎，我们用这样子来解释那个作意心所。那这个的话呢，会合乎两个：第一个紧心，第二个趋近，对不对？哦，
而但是这样的话解释就会只是强调那个谨心跟这个趋近哦，但就没有办法恰当的去解释那个片心哦，所以这就是他做对比的地方。他要怎么样解释片心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像一锤式立论这样啊，你要先把四个一切片四个一切先讲完，然后作义这一部分啊，是特别它的功能、它的性跟它的业、它的体跟业。这时候呢，它的能紧心是紧一切其他的缘具足该起来的心心所，然后紧起来之后，能够把这些心心所拉到所缘境。但是我们常常在解释的时候都只强调后面这个，先没有去解释那个片形。那我有一个问题，老师刚刚讲说那个处心所是在现行的时候，就是根茎是三合，三合或者是四合，四合是后面处依着处之后所生的受想思，那个叫四合。那他是在现行，可是他没有作义吗？作义是在前面，作义心所才能够把其他的条件具足的引出来，包括那些根进士都要有作义。所以为什么会要作义为先？有人强调作义为先在这里，所以我们待会会去看到那个问题是作义为先呢，还是处为先呢？会有写到，对，所以他那个作义是还没，就是根尘是处都还没有的时候，在下面引到那里去，种子位，作义的种子位引发心心所的种子位，对，让它现行，所以这时候作义心所自己本身也变成是现行位，这时候再把它引到所缘境，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根尘是。三合，然后生处的，也可以。那时候同时也就有处，这样子。好 ，OK。那再来倒数第五行这边集论，他说呢：“于所缘境慈心令住。”哦，那这个呢，集论杂集论，我就把它引出来哈、哦，先讲。先看到集论，何等作义为发动心为体，与所缘境持心为业。然后杂集论呢，作义者发动心为体，与所缘境持心为业，字差一两个字而已。集论跟杂集论后面前面这两句都一样，但是呢，杂集论后面有这个解释：与所缘境持心者，为集于此境。烁烁隐心，是故心得定者，名得作义。他加一个得啊，心得定者，名得作义。哦，不过要强调，于此境烁烁隐心，所以从作义到后面得作义，那就跟定有关了。那如果还没有烁烁隐心，基本上的与所缘境持心为业，这是集论杂集论本身的定义，是持心，不是隐心，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最大不同就在这里，一个是隐心，一个是持心啊。那隐心杂集论呢，是说于此境烁烁隐心，才是有隐心的持出来啊。可是这样的话呢，烁烁隐心就变成跟定，因此这个窥基大师的这个述记呢，就说作意作业通定散位，散定位啊、哦，散位也可以，定位也可以，说定加行，但说慈心，举贤了业，彰其作用。哦，所以
从定这边来说，慈心是他的显了业，说起彰起作用，哦，那么于此境数是隐心故，这个是极论杂极论，尤其是杂极论。但唯识就不一样了，唯识但言隐心为业，是片行心所的作用。所以数记在做注解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楚了，如果讲片行心所，就到隐心就好了。如果你要去说定的加行，那种作意，就如同我们刚刚讲一开始的那种定三种定义作意的三种定义这样，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说是于一境慈心令住，那个不是本身片行心所自己本身的定义这样子，哦，所以六六八的最后两行，他说先讲出来，此序笔记就是极论杂极论，于一境慈心令住，哦，然后极论文义亦非境理，什么叫亦非境理，就不是片行心所的定义，没有把片行心所的定义全部讲完，所以因此呢，下面破他说他不可以，是因为那你就跟定心所就有类似啦，啊，不亦定故，定的形象亦能慈心助境呢，啊，那就没有特别啦，你的作意心所跟定心所就没有区分啦，哦，所以此思亦可，因非片行。若散乱心，形象无故。这个此思指的是谁？啊，来，我们要看解读，我们才不会误解了哈。解读呢，又帮我们做解释。比对作意的解释，因不异于定，故因破彼杂极论师。怎么说？以定心所的形象，亦能慈心助境故，对此杂极论师，我们也可以破他，汝之作意因非片行，不是只有破他跟定没有不一样，我们也可以破他，汝之作意因非片行，哦，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啊，所以他的此思亦可，就是对于极论杂极论师的论师的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破它。你的定义作意这样也不叫做片行心所，因为若于散乱心时，比慈心助境的作意形象没有啊。那这时候你的作意叫片行呢，啊，就不片行呢，啊，在散乱心的时候你就没有作意可言呢，啊，因为你的定义一定要慈心令住啊，散乱心就没有这个作意的功用了，啊，所以因非片行了，哦，所以这样的全部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啊，此师就我们对杂极论师，我们也可以用因非片行去破它，哦，所以看到这边就会觉得窥基大师立马给下规矩啊，哦，多几个字我们才不会误会啊，哦，那解读理论上就是知道我们有这个困难，呵呵，就多加几个字，我们就正确的理解了，这样子哈。大概不太好意思。不太好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要指的可能是安慰。哦。你是说对于极论的这种说法是？杂极论是。好，那么正破，你看啊，哦，这个比句非理啊，这两种说法啊，通通第一个因非片行，第二个不一定，乃至呢杂极论呢也是非片行这样子啊。不过呢注解里面呢，他说因非片行是对着顺正理师，然后因不一定呢是对着杂极论师啊。那么已如前说，由杂极师不解极论，约此形象以为真理，故今破之。哦，那么然就出云，且曰心起一元圣说，非片行。就第二云，具修定中圣作一说，故与定别。这是要就前面的两种说法，然后呢，窥基大师就说：“那此亦不然。”
我也不同意义不具故，因为你要讲某一个心所的形象因尽理明，你要把它讲清楚啊，在一切情况之下你的定义都套得上去啊，这样叫做因尽理明，在普遍一般的情况你的定义都能够合乎啊，而不能够是专门就某一种状况，专门就某一种状况就叫做理计不周，你单就某一种特殊情况去讲来定义这个心所的形象，当然就不对啊，就会被像成为是论这样破掉啊，哦，因为你的理不周备不圆满啊，这样子哦，所以到这里故如论破句点哦，下面加一个字的话就更清楚，若与萨婆多别，要跟萨婆多有不做分别，那如同俱舍论的第四卷、哦、好，那看解读就很清楚了啊。解读说这里就是证破外迹，于分别叙述正理师跟杂集论师的记之后，成为是论作证破云，彼等二师实具非理啊，若执作意能令心回去意境者，这个是顺正理师，那彼作意应非片行心所，若执作意呢一定是要持心住一境，那彼作意呢不易定故，那今依于且正理作意意定是片行心所，所以杂集论师的执着他们认的定义作意持心令境，还有正理师的这个作意令心回去意境的均不应理，这样子啊、哦、这个很清楚了哈，比较好懂，只是他把它写得很清楚而已哈、哦、那就出就第二，你看他就出就第二啊，就出就是顺正理师啊，他自己要救自己，他怎么救呢，他说我作意的定义是能令心回去意境，是令心回去心起的意缘所之境，这种殊胜的作意而说，就如同刚刚墨学举例的，我们都从这方面来去说明作意心所回去心起的意缘所之境，这种特殊的作用去讲的，那但是这样的特殊状况去讲，作意的片形特色没有改变呐、啊，哦，所以我们顺正理师的作意说我们非片形，没有，不是非片形，我们只是就某一种特殊状况去做说明而已，所以后面才会说，那你定义既然不周遍，那就不对呀、啊，啊、哦，不周遍不对呀、啊，啊、哦，那又为。为杂集论师就第二难云，我言或于一境令心持心令住心得定境故名作意者，那是依据修定中的殊胜作意而说的，我中的作意持与定还是有区别的，是根据修定中的殊胜作意跟一般的作意不太一样，也跟修定是不太一样，跟定心所是不一样的。哦，好吧，那就算你解释的有道理，他后面回答就是说，就算你解释的有道理，你都是就特殊状况去做说明，不是普遍的状况。你要说某一个心所的形象，你应该把它这个定义是可以骗一切，尽理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情况之下都合乎你的定义，哦，不能够用特殊状况去做解释的，啊、哦，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周全的话，那就会如同成为是论把你破掉了一样，啊、哦，那如果我们成为是论的定义来跟有部萨婆多部做一个分别，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像俱舍论第四卷，以俱舍论第四卷定义的作意来做分别。也就是说俱舍论作意只有这一句能令心警觉，俱舍论记里面呢能令心警觉者作动于意，就是只有警觉这一部分，没有引心趋近，引那个业与所缘境引心为业，没有这一句，
只有能景星上面这个两个对比起来，就差别在后面那一句哦。所以他你看，只有作动于意叫作意，哇，为能令心警觉前进，心如睡眠沉默不行，由作意力警觉取进啊。这是讲心王，理时亦能警觉心所，从强说心王，故正理云：诸心心所依心转故，但动于意，于动亦成。又正理云：引心心所令于所缘，有所警觉，说明作意啊。那此即世间说为留意，那杂心论说叫做意，那又太多了。那个回忆的意跟留意的意会一样吗？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啊，把杂心论哈的定作意又混淆去了，懒得再去查了哈。那如阿毗达摩云：作意为能临心警觉，即是引心趋近为意。哦，他说这个也是意识承受尽德来配合杂心的说法。哦，这更混淆了。哦，所以这个俱舍论本身没有这么多，是俱舍论记里面给人家多解释那么多，因为呢太有学问了，看太多书了，通通混在一起去了。哦，那俱舍论书也是啊，即世间说为留意，素曰清心所沉默不行，由作意力紧令发起。他们这两个都有一个前提，沉默不行的时候由作意力紧令发觉。成为书论定义没有一定要强调，他本来是沉默不行，他说种子位，他是种子位，并没有沉默不行。种子位跟沉默不行不能画等号呢。哦，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成为书论玄奘大师他们定义作意心所是这样定义，然后俱舍论定义是有加上沉默不行，所以这时候你策动它才能够属于静，留心于此啊。那么成为世论这边呢，你看能警心为性，与所缘境引心为业，两论差别一比较就很清楚啊。怕我们还搞不懂，我再去查粗抄也这样写：彼中萨婆多作意，未来世中有用，于未来世中能警心心所令取其趋近。特别强调是这个跟那个对比，现在跟未来，所以作意心所是让现在的心启动到下一步去啊。粗抄是认为最大的差别是这个，我却认为啊，因为呢这一句话与所缘境引心为业在俱舍论里面没提，只有能警心作为主要的定义哦。不过苏超的意思呢，他是有把它写起来，令其趋近哦。比啊，那个是轮记，我刚刚就说了轮记才有啊，啊，俱舍论本身没有啊，俱舍论本身没有啊，能啊，他的注解他就多加进来啊，他可以多加进来啊，他认为是啊，警觉前进呢、啊，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苏昌才会说为什么要前进，就是所对的进，所谓未来哦，但是。我很注意哦，我说那俱舍论本身后面令心警觉后面还有没有？没有啊，只有轮记里面才有啊。嗯，对，你刚刚说的都是他们的旧的初文跟这个第二个，对不对？那可是他的回答，回答是只意不仁，意不去故，对，是对第二个旧的回答吗？没有，两个。第一个是说这个什么非非片形，一直片形的什么什么初哈、哦、
初他是说你不是片形，然后他就反驳说，顺正理论是说我不是片形，我非片形。所以你不能说我不是片形啊，因为我只是就某一个新起一元殊胜角度来说，我他是片形。顺正理是认为他自己还是片形。那这个他说这个执意不然是为什么？那不然就是说，那你不能够用特殊的状况来定义你的作意心所啊，因为你自己强调那个此相隐为啊，形象隐为，在顺正理是意思说，我只是说他隐为，我没有说他没有啊，这样子啊，在成为世论里面他说没晒啦，你没晒啊呢，因为片形心所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叫做片形啊。不可以说啊，比较明显的才有啊，隐微的就给他忽略，是这样，太严格了。好，那到这里本身啊不是啦，我是在说他这边问答到这里结束了，下面那个问就是呢另外一段了，也就是我们最后就是说提到的就这里啊。那白法为什么作意为先？五个片心所作意摆在第一个。那你这边呢为什么是处心所摆在第一个啊？他回答和合三法就是处啊，色心心所令同取尽，这个是处的殊胜的功能啊。然后呢作意呢是仅心心所令皆能起，如果加前面的意思注解的话，你加三个字哈，仅心心所令皆能从种现起，从种现，这个是作意的殊胜力，这是比较不同的哦。那处心所的话是已经都在现行位，让心心所同取境跟处的所缘境是一样，但是呢作意心所是能够让这些心心所从种子位起现行哦。所以此论呢曰和合三和合，处摆在前面，白法明门论是从仅心的角度作意先说，各具一门不相为也，这样子那实际上呢解读里面呢有把很多资料统统给我们引出来。于伽师利论在第三卷也是呢作意为先，显要圣教论五片行里面也是作意为先，不是只有白法明门论，于伽师利论显要圣教论都是作意摆在前面。那处心所摆在前面的除了成慧师论无蕴论，我懒得去查，应该也是广五蕴论，应该也是吧。如果五蕴论是这样，那广五蕴论应该也是啦齁。所以总之就是五蕴论做代表，成慧智论跟五蕴论呢都是处为先哦。那对于这个呢数据的讲法我们看懂了，就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啊作为开头都可以的齁，两个有不同的定这个特殊的作用。那刚好广义法师的论转他自己做一个注解，于且以作意为首，世论以处为首，以为什么呢？下面就说理由了。于且曰：二圣及全教菩萨观行，皆依作意而修。哦，所以凡夫圣人都说得通，作意为先。那世论以处为首，直就三合深处，乃以尽为先，单独是从四，尤其是阿赖耶识的升起啊。这时候是从凡夫的角度啊，从凡夫的角度去讲啊，比较特殊的他点出来跟修行有关啊。作意为先啊，是因为呢，有二圣有全教菩萨修观行。啊，尤其如果你把作意又配合修九住心，修色摩他，啊，什么了相作意啦，啊，圣什么作意啦，七种作意，圣解作意啊，圣解作意等等，那就是如同这边讲的修观行有关。可是那个不是
所以啊，所以才会说那个地方跟修定有关呐 啊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以这个要去配合这样讲修观行呐、啊，所以要作意为先呐、啊。可是这里讲的这个定，不是说它不是非片行心所吗？成为素人要强调说，我现在在讲的是片行心所、嗯，你不能够把修定、修色摩他的那种定义混到这里面来。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成为思论他先说清楚，我定义作意因心所是这样，那他没有否定其他的地方做其他的作意也可以啊。那广义法师 是做一个分别，因为窥基大师的解释是说啊，两个特殊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哪一个先讲哦，并没有强调过说凡夫啊修行的问题。那广义法师是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说也有可能是，可能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啊、是从这一些修观行啊，然后呢，所以凡夫也一样，圣人都跟这个有关。可是如果于成为师论这边，单就是说但属凡夫，哦，没有强调跟修行有关。这样子，啊、哦，有此不同，从来未变。有了，人家窥基大师就变过，只是角度跟你不一样。呵呵哦，我们今天讲的作业是在种子位的话，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先的。只是我们心态出了，我们从来没有对讲这些事情。对，如果是种子位紧动，速度是要三成以后才有错，现行了。那要等于现行的这个，所以作业还是比较粗，只是我们。我说总之位啊，总之位太粗了，根本都不知道一，我那个总之位，我的总之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它就冒出来了。对啊。老师，那这样讲，之前有讲到说作意，作意的定义有三个，第三个是如理作意。嗯。那这个如理作意，它就不是片行心所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思，它只是思维。嗯。思维。好，休息十分钟。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心所，是受心所。669页倒数第三行，受啊、哦，那一样把成为素论文先念一遍。受为领纳顺为俱非境界为性，这是他的性，也就是领纳三种境呐、啊，哦，为他的性。然后起爱为业，这是他的业用。那么后面这一句呢？能起合离非恶欲，就在解后面那一句起爱为业啊、哦。那么合离非恶欲，那个合就是前面的顺境，为就是那个离呢就是前面的为境，然后非恶呢就是前面的俱非啊、哦。那个欲比较特别啊、哦，就是要去解释那个爱。啊，那个爱跟欲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受这样的解释呢，啊，起爱为业，主要依染分说，啊，你看那个670的第五行，唯是爱依染分说哦。好，接下来一样论的文有作是说，等于它本身的定义就到这里而已啊，到670的第一行。那有作是说又是破外执啊，就是他不承认的啊，不同意的。受有两种，一境界受为领所缘，二自性受为领具处。为自性受是受自相，以境界受共于相故，是这样定义去讲受，只能够是自性受才是受的自性啊，而这个自性受是要跟处一样啊，所领纳的跟处一样，才是受的自相。那境界受的话呢，共于相了，啊，这是有一种说法，这是说这个啊。那么这个说法是什么呢？他说呢是跟俱舍论有关，啊，那可是呢671就说，彼说非理，受定不缘俱生处故，啊，那接下来若是畜生明领处者。啊，一直下去的话，你看他的科判很可怕哦。你看哦，
这个六七一的第四行哈，这科判是生二论主破，主要是破前面那个六七零的第一种说法啊，比如说非礼受定不缘具生出故。接下来你看倒数第六行，生三外护旧，然后呢倒数第三行生四正难，然后再翻过来六七二啊，这个第六行生五啊，这个再扶旧，然后呢生六再护难啊，然后呢这个生七六七二的最后一行生七外三旧啊，然后呢再来六七三生八的六三六七三第四行生八论主三破，然后呢生九外四旧啊，生十论主四破啊，生十一外色胡难啊，倒过来这个摆脱自己的那个定义，反过来反驳你陈慧士论讲的啊，这个是外色胡难，然后呢生十二总结非彼所说但又因而真的很生气，然尽介受非共于相，最后哈领顺等相定属机者明尽介受不共于故，这个是论主总的定义，到这里结束哦。所以受这个东西，受这个心所，真正主要的内容只有前面那两段，领纳顺为俱非尽相为心，起爱为业。然后呢，特别讲起爱为业这句是从展分去说，其他都是呢就别的定义，他不同意的地方加以呢问答这样子。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受的内容是这些啊。所以呢。你看六六九倒数第二行啊，开始解第三个心所，首先呢变自义啊，后破外执啊，你看我们刚刚说的什么生初生二生三到生十一生十三十四的哈，那都是破外执啊。那体业可知，他说你文字看起来就懂了啦，不需要多解释，领纳顺为俱非尽相为性，起爱为业啊。然后六七零这句话，他说这段话就是在解释起爱为业啊，怎么说，于乐受未得希望和，这是和以得，另外还有不想要乖离欲啊，于苦未得有不合欲，以得苦之中有想要赶快离开，所以和跟离分开成乐受跟苦受，对乐受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已经得到的希望不要离开，苦受倒过来没有得到的不想要有，已经得到的想要赶快离开哦。那为什么都用欲呢？星球啊，星球，那通三性，这种星球就有可能是三四二十五计都有，那所以造的业呢啊，这种欲的业呢啊，或者是那起爱为业的那个业呢，可以是有漏，可以是无漏啊，可以是无漏哦，等于你想要求那个无漏的业，你想要求无漏的业，想要修无漏业，善法欲，善法欲，哎，这较好听，善法欲，善法欲，哎，这句较好听了吼，啊，但是伊讲这就是通无漏啊，今唯一无名处所生受。故此为是爱依然分说，就是不去讲无漏的这个欲爱，而是讲的就是染分的，所以用的是呢缘起十二缘起当中的受缘爱这个角度去讲那个受所起爱为业的这部分啊，所以有漏受能为爱之缘啊，从有漏去讲，那么只是一切染受作业。非第八世不生爱故，哎，这句话值得去了解。为什么第八世不生爱？啊、哦，有第八巨兽书起六世中爱，意义无妨。哎，这三句话更难懂。啊、哦，受善恶计起诸爱故，如想起言书一起故。啊，这段就难懂了。来，我们看这边哈、哦，书一眼对这一句话
能起合离非欲二者，就在解释起爱为业，位于顺境为境俱非这三境，如其次第能起合。顺境当然想合啊，为境当然想离啊，那俱非呢，也就都也没有合也没有离，非二啊，三个都是欲啊，想要合的欲，想要离的欲啊，非二的欲，三个都欲。那问本为起爱，你的论文不是写起爱为业，怎么后面接下来又说起这三种欲呢？和因何说欲呢？因为爱欲心求为性，主要两个特性相同，娱乐等尽起爱欲故，于苦等尽想要离故，这样子的爱啊跟欲啊，所以两个性质类似写在一起哦。那其他都好懂，先就是刚那一句第八世不生爱，他说呢，这边讲的是一切染受作业，不是在讲第八世的不生爱啊、哦。所以疏衍亦说，今所说受非是第八世的相应受，何以故？第八世的相应受不生爱，你说那是什么？相应为舍受，舍受啊，所以参考本书六七八，为与舍受相应。哦，所以我想半天，为什么第八非是第八是不生爱？后来让我想到这一句：相应为舍受。哦，可是这篇又在解释的是遍行心所的受啊，而且是跟第八是相应的遍行心所也。哦，所以他下面就开始补充，有第八巨兽至一直到呢这个什么无妨，意义无妨，这三句你怎么解释啊、哦、所以疏一眼就解释了啊，如第八世跟五前五了哈、哦、所变前苦乐等尽缘时啊、哦，这时候呢起六世中的离合语，把第六世拉进来，也就是说由第八受受善尽时起六世中的合语，受恶尽时起六世中的离语。所以如同后面讲的受善恶尽起诸爱故，这样子是起爱所以，也就是说引发第六世哦、那解读的白话，此是一切有漏染受所做的业用，也就是这边讲的主要是在这个有漏染受所做的业用，而非指第八世的业用，因为第八世不生爱欲故，为舍受嘛、哦、又与第八世具相应的受可以做殊增上缘，这就是书起六世中爱，我以为书是著书解释的书，结果是书真上缘。哎呀，哦，所以做书真上缘而升起前六世中的爱欲，是这样。所以观无里面就是理论生叫做多一显注解。第八阿赖耶是领受善业所招的乐尽相时，能作真上缘，引起眼等前六世升起对之相合的欲求。如果第八是领受恶业所招感的苦尽相时，能作真上缘，引起眼等前六世升起对之乖离的欲求，叫做殊正上缘。真正亲所缘缘的是第六世跟那些境界，第八世只是作为那个眼视九缘身耳视为从八的那一些殊增上缘，这样子哦。这样的话意义无妨，为什么呢？因为当第八阿赖耶是领受过去善恶业行所招得的苦乐尽相时，可以做殊增上缘，引起眼耳等前六世对比苦乐尽相产生乖离或相合的诸爱欲需求啊，如与第八阿赖耶识相应的想心所的业用，不但受如此想也如此，
亦能做书真上缘以升起第六意识的言说名言的功能现行，所以叫做如想起言，书亦起故，那个书也是书真上缘。以彼言说一想做书真上缘，亦能升起故。所以等于类似了，啊，类似跟受心所跟这个想心所，第八识都做殊真上缘，主要是用第六识去起那种欲求。啊，这段话比较难懂，它文言文字太少，啊，像他。李润生教授写这么多字我们就看懂了、哦，那如其想如想起言，这边呢就顺便把书一言的啊，如第八想任运取境分其实，跟第八识相应的想心所，任运取境分其实，第六识托以为本质，作为本质境自便受用起言说等啊，哦，是这样子，以这个做本质境而自变自圆，就如同第八识的这个呢，如同画师画个模型出来，第六识就把它做徒弟，把它涂上去，就小孩子啊在学画画啊一样啊，这颜色爱什么颜色你自己涂，但是那个模型已经画好了，这样子，第八识那个模型画好了。第六是把它填进去，这样子，哦，那苏超也是这样讲，想也是如此，受是如此，想也如此，只不过想呢能够让它变成言说语言文字啊，哦，所以第八识也能够做书真上缘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意思啊，哦，看完白话之后再来看苏超我才看得懂，哎，本来我看书上我看不懂什么亦能书起六世中言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子，哦，也就是说第六世要有言说出来，第八世做书真上缘，透过那个想心所，哦，好，那么现在不从种子位，而是对心所而言，对心所起作用而言，第八识作为本质境，带起第六识作为亲所缘缘的境，啊，那同样都是有想心所有受心所，也就是说想受心所跟第六识也有啊，第六识也有想受心所啊。那第八是这个是他的片行心所，啊，他一定有起来的，可是呢真正我们会起爱欲是六识的那个相应的想心所跟受心所起的爱欲跟名言这样子。第七百货头通通就在做背后的那个，哪一个比较厉害，我常常形容第七识是买空卖空，里面其实是依据第八识，外面取那个取六识的作用，说哎，欸，嘿，你的作用就是我的作用，所以你有作用，弄坏，哦啊，结果伊后边是背景是第八识，啊，头前搞人家第六识的作用，讲嘿我的作用，买空，这就是我第七识的作用哦。好，那么接下来第八行。这边欲非片行不决定起，故受业用非是片理，也就是说这样的定义受这个受的业用呢并不是片理，如果用欲来说，哦，所以书意言你看他这边解释言不决定曰圣能说者，爱欲等受业者据书圣说，非曰片理论，哦，也是这样子解释，就跟你刚刚质疑人家的
啊、哦，所以是具胜功能说，非约片行道理说，啊、哦，解读也是这样说。由受心所引发的欲求，只是别境心所欲啊，啊、哦，欲是别境心所、哦，哎，五个别境是什么？哎，欲圣对，欲圣解，念定慧，哎哎，对对哈、哦，所以它是别境心所，非是片行心所。所以于八个事中不能决定具起那个欲啊，不是决定具起啊。所以受心所以引合离俱非的欲求为业用，非是有骗一切八事业用之理啊。啊、哦，只是特别从殊胜的功能去强调它这个受啊、哦，与第八事相应的处作欲受想思持五心所中。唯有受想比二心所的业用是约胜功能说，下面讲了五数中唯受想业约胜能说，余之三业乃是片普遍的功能说。哦，所以他这边刮胡就是理论生特别说，为什么只是特殊的功能受唯于前六事中起爱欲去解释，想唯于六事中能起名言去做解释，哦，其他的处作意思这个就骗一切八事都能发挥起影响者，啊、哦，所以窥基大师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明，啊、哦，讲到受的业用就是约胜功能，那如果不像前面的作意还有处都是骗行这样子，啊、哦，那。受有两种，这个啊、哦，这个就是出自在俱舍论啊、哦。那俱舍论记里面说，这个受能领纳随顺处境是受的自信。问你注意看哦，我红色把它标起来，领纳随顺处的境。那随顺境就随顺境了，干嘛把处加进来？所以你看，他是自信受的课本的论文的定义，自信受领处领具处，所以等于那个受是跟处要连在一块儿，那才是受的自信。如果不是连在一块的，领所缘那个是境界受，这种境界受共于相故，必须要跟处连在一块的那个。才是受的自信，才是受的自相，这样子。这是俱舍论里面特别定义的。那现在成为是论就特别说不可以这样，啊、哦，不能够用这样子定义受的自信、受的自相。哦，那俱舍论记之边啊，他自己假设一个问答来解释这段话，问诸心所。同源一境皆能持受，啊，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解云：诸心心所虽互同源，都叫做持受，持受持受嘛，哦，可是受的领纳性特别强，从这一点去定义他的自信。例如，十个人同一处坐，一个人是贼，旁边突然有人喊抓贼抓贼，啊，十个人都听到。有要抓贼的，十是贼者，领级偏强，不同于九。所以直受这边呢，大家都一样哦，心心手都有这个所谓的直受，这个啊，都叫直受。但是呢，这部分领纳境界这部分特别强盛的，就是受的自信，想领入领进弱。也不是说他不会领进这样子，哦，那顺正理论呢，很明显的就把它定义出来，直取受跟自信受，特别把它分开这样讲两个，啊，直取受者能领那自所缘境，普遍的定义，自所缘境，自信受者未能领那自所随处，特别强调的是跟处。所以世尊言：顺乐受处，顺乐受处，顺苦受处，顺不苦不乐受处。所以那个处呢，都跟那个受结合在一块儿。三种处啊，
都跟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的受结合在一块、哦、所以这个是顺正理师是心有不，心说一切有不，就是顺正理论做这种说法，做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啊。只不过呢，有时候叫做境界受，有家叫直取受，课本用的是境界受，另外人家这边呢用的是直取受，顺正理论本身用直取受啊，所以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为一切心心所啊，说法直受所知对境之时，皆能领纳自所缘对境啊，缘自境时都有这样的境界受，普遍的定义啊。可是如果自信受或是随处受，为随处而起，能领纳同时聚起之处的这种三种境，苦乐舍三种境。所以受的自信自相只有是这个随处受，所以课本用的是领聚处，只有是随处受才是受的自信。因为境界受通于一切心所法，也就是说共通于受心所之外的一切心所，以彼执一切心心所都能够缘其自相而有境界受。所以不可以用境界受去定义受的自信，一定要用随处受这样去定义。这个就是新的说一切有不，顺正理论师的讲法啊、哦。然后呢，再来六七零的倒数第三行，然大圣成为是论法相中自己定义，虽领于处，曰领尽圣以利受体故，萨婆多亦领于尽其同时处，故据舍说受领随处。正理师有两种受，平取领处是受自性，故论破之。也就是说，大圣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定义，虽领于处，但是约领尽圣以利受体。哦，这个话太文言了，字太少了。你看书一眼，此言领者是相似领事，不是领纳，是领事。处有可意等相，受有顺意等相，相似名理，是这个意思哦。于此起爱不同，聚意有别，意不相违啊、哦。这个书一言，那看解读更白话一点。瑜伽行派中虽认为受心所领事于处心所，只是领事，约其能，但是受本身它是能领那顺为俱非尽相为殊胜的功能，依此殊胜功能来立受心所的体性，不是说一定要跟受跟处绑在一块，只是他能够领那这三种境的功能，类似于处心所，领似于处心所，原来是这样定义。萨婆多的心有不思，那才是特别强调的要跟处在一起啊，能领纳直受一切心所所缘，跟同时领受这个啊。所以聚舍论呢是本来的有不嘛，然后心有不只是把它更加详细的定义啊。所以聚舍论本身只是就是受领随处啊，所以顺正理师才要特别把它哪里去了？哦，这里，才说有两种受，境界受、自信受两种受，但彼思为平取，也就是说分这两种，但是呢，受的自信自相，一定是要领受同时之处，以为镜像的随处受，才是他的自信。也就是说，在心有不顺正理论认定。受分成两个，但是只有后头这个才是受的自信自相，
所以现在成慧思论要去破它，就是要破这个啊、哦。那书一言也说，处有苦乐舍受都能临者啊，问自意如是，何得难他？即前说言，处所取的可意等相与受所取的顺意等相即相临近，只是即相临近相似，不是说大家两者一定要并在一块。那准此与他而无有别啊，我中虽有啊，不如此意为受自相啊，也就是说跟那个心有心有不的顺正理论不一样哦。哦，所以但领于尽色俗集者为受自相，不是领受处的自相以为受的自相哦。所以他说但领于尽，这个是书一眼他不像那个解读直接写明了，但领事于尽，而且是跟自己有关的、哦、跟处类似，而不是领受处的自相以为受的自相，这是不一样的。刮胡这个是李润生加进去，他引用的书一眼，然后自己刮胡加一点注解，让我们看懂。这样，我觉得这样蛮好，我们才看得懂啊、哦。书一眼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哦，好，到这里，嗯，那么六七零的最后一行其实就不用再读了，就是刚刚我们一直解释在就这个了，啊，临所缘境叫一般的境界受。啊，跟那个处一起同时的，那才叫做自信受，哦。然后呢，这个六七一的第二行，彼时平云，唯有自信受是受之相，于心心所法不能领处，没有这个相。那入境界受的话呢，通于心心所，啊，通通都能够领境界相，啊、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心有思啊，心有不的顺正理论思呢。不可以用境界受当受的志向，只能够是自信受才能够当做受的志向。现在成慧思论破它，彼说非理。那怎么破啊？就是第六行，精英问彼，如何说受能领具处啊？受定不圆具身处故，不可说圆而受明领处，原相应法如前已破，又为汝中。若处前受后，处在前受在后，后受领前处，既不圆全处，如何名为领？或因处受一念不具。我第一次看看过，我唔知咧，家己咧念啥，哦，抓出一个重点哈，为汝中。为什么说人家这个，也就是说，成慧思论为什么说这个是违背你自己定义的宗旨？因为有不同时心所，彼此不许相缘。受也是心所，处也是心所。彼此不许相缘，所以处受同时，如何受可以领处？他把那个领当成是缘，所以他才会说受一定不缘同时的处，用个具身处，这个才是重点。哦，就是同时心所，彼此不得相缘。解读正破金波之云，今因问彼心有不正理论师，你怎么可以说受能领受与之同时具实存在的处？因为你这边自己定义受心所定不能缘具实而生的处心所境界故。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前面那个定义，同时心所不可以彼此互缘，所以不可说由于受缘具实的处而受可名为领受于处，以缘相应法如前已破故。
我一直在找如前已破是什么，原来就是没有缘律的作用，没有这个缘律的作用啊、哦，所以缘相应法已经破，就是没有缘律的作用。又若即指能缘的受与促进同时具有，便有违反汝自中的过失，因为依汝有部的正义是不许心心所彼此同时相缘，这样子哦。那如果你又要救自己，没有，我没有同时啊，处在前受在后就不同时了，这时候我受可以领受你处的境啊，所以后者之受能领受前者之处哦。但是你的定义受不能缘，不能够缘律另外的东西耶，既不能缘前处，如何可名为受能领受于处呢？等于他把它弄成不同时以为就可以，但是呢问题还有，没有领，没有缘律的作用，就是他说的缘相应法如前已破，就是没有缘律的作用。我前处后生受了，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哦，那个没有原力的作用哦，到底在哪里？我本来有做一个注明，可是我忘记要写，要查那个第几页，你知道吗？原相应法如前已破。我找不到。或者是呢你要用那个无缘律作用那五个字去找吧，否则我这边做的记录是说无缘律作用哦，诶，无缘律作用我看看哦，他讲到心所而已啊，不是，对对对，心所而已，就应该在这种地方了，对不对？对但是已经忘掉了是不能辨识为心所。我再回去再找，我一定找到过，所以我自己旁注一个无缘律作用，这样子，哦，所以等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哦，为什么说后受不能够缘全处，就是因为不能够有缘律的作用。哦，再来，或因破缘，汝之处与受于同时之一念，这就是后面的了。哦，就是这个或因处受一念不具。如果你一定要说可以的话，啊，基本上是不能同时具实存在的，因为你许同时心心所是不能相缘的。啊，所以而今言受能缘于处。如何受能够缘其具身处境呢？啊，现在问题就在于说前后，啊，受处前后受，那么后面的受不能够领前面的处，为什么不可以？啊，我的理由就是刚刚说的缘相应法如前已破，那个没有缘律的作用，这样子。哦，受就受了，还有缘律作用，还会想要不要接受它？除非你的定义是这样，没有，我们不能这么说。我们这么说，受是领纳，主要就是领纳。我如果领纳你的触的作用，可是触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引心心所同缘境，不可能我领纳你的这个触的心所。我只是领纳你所拉去的那个劲，如果不去考虑它的原相应法这个，所以受本身是领纳，领纳的只是劲，不可能领纳触心所，因为触心所的功能是把这些心所同区同一劲同源一劲。那我就受了。所以我受那个劲，
但是呢，你要强调的就是说，那我去领，我去领原那个处心所，他没有原处心所，受心所没有原律那个处心所，他只是去领纳那个境界而已。因为他说处前后受，那我还是没有，那照理讲就张老师说的，后受领前处，处受然后后受伸出受出来了嘛。对，所以对，所以受只是去领纳那个境，是圆那个境，但并不是去圆律那个处心所。这个名字不可以的，那照说的。嗯，没有。他的意思是说，受领具处哦，你看那个前面自信受是领具处，他是去领纳受心处心所。他是这样子，你看受定不缘具身处，他并不是说不缘处所引发的境哦。他要反驳你的是，你所谓的领具处。但他现在这个解释就是说是时间有不一样的啦，不是同时的啦，不是具身。因此你看他后面，既不缘全处，如何名领处？看到没有？你可以领触，要我们去触的境。你就说你领纳的只是领纳那个境，不是去领纳那个触心所。他的意思是这样哎。所以你不可以说叫做领具触。你没听懂？你有听懂了哈？所以。处心所有它的功能是把心心所同源一境跟境是，然后所以你的你可以说我受领纳处的境，叫我们去领纳那个境，你不可以说我受去领纳那个处心所，他要反驳的只是这个，所以等于只是说你的心有部齁，你不可以用这样子定义了，你可以说就是领纳那个境 ，OK 的啊，也就是说呢，领纳那个顺为俱非境，而那个顺为俱非境是你的处心所引发，要我们去领纳的 ，OK， 不可以说是我领纳那个处，这样子，所以才叫做领事。他说我们大圣宗里面只是领事于处，不是领纳那个处，是领事，也就是说处要圆的境跟那个受要领纳的境都一样，哎，只是这样，所以不能够是领具处，他要用的就是你的定义文字不可以具处啦，后面他才又分辨啊，四处声明领处啊，这个啊，他就说你看倒数第四行，你看啊，比乎就言受领处者，是具实处，领是那个具实处，说叫做领，非以原律名领，加两个字，非以原律名领，这样来补救。哦，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我只是领事具实处，我不是说叫你去圆律那个处，圆律那个处，没错。哦，他说呢啊，那如果你是这样定义，这样叫做领事的话，四因之果通通都是受的自信了，等于反驳你现在开始辩论说，很像那个具实处，那这样的话，所有类似的东西都可以叫做受的自信哦。所以你看，这个古果子是因树故，等流果故，皆因受性，所以反。